前去迪拜主要是参加活动，要参加论坛，所以其实后面生病了，但是也不能总是请假。从迪拜回来之后，就嗓子还一直没有好，说话的时候还是声音有点哑，会有点喉咙痛，然后这个泡也一直没有消。迪拜是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，夏天特别特别热，室内外温差有将近20度，然后就很容易生病。但是新加坡这边气候稍微好还好，就因为一年四季都这个样子，反正从热带沙漠气候直接切换到热带雨林气候。你可以把窗帘拉开看一下，看外面是风景好，不是好。你要坐一下，你不要。我们要走了。6:40。
Thank you.